傅啊，有一个关于白话佛法的内容，就是在白话佛法第一册第一篇，学习佛法的圆融智慧里讲到破除破迷开悟中的迷是指名利酒色气味贪嗔之中的这个，他有个同学问这个气是指什么？我听不大清楚，什么气啊？就是，破除迷破迷开悟中的迷呀、啊，是指名利酒色气味贪嗔之中的气是指什么？贪嗔痴当中的什么？就是名利酒色气名利酒色气这个气是指什么？什么写的？怎么样写的？生气的气啊？对，生气的气。啊，不要去闻呐、啊！名利酒色，很多人就闻到香味，不就也是马上就迷迷人昏昏沉沉了吗？你去看现在很多男人闻到女人擦的那种香水。过去法师都不能擦香水的，你知道吧？八戒里边都有规定的。哦，那我们现在在家修行的弟子们，你们用？你们当然可以了，你没出家呀。但是也不要擦得过浓啊，不好的呀。这贪图气味的人也不好啊。哦，还要我讲啊？什么样的怪癖的人都有，偷女人的内衣内裤的，也是贪图那种气味啊。现在明白了吧？明白了。畜生道，听不懂啊？好了，知道了。